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同站立。这是神所命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我们相信每一天早晨都是新的，神的应许、神的祝福也都是新的。因此，今天早上我们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要领受神新鲜的恩膏，领受神新鲜的福分。那我们相信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神要加添能力在我们的当中。好不好，先跟你旁边的人说声很开心今天早上在这里遇见你。很开心早上在这里遇见你。然后我们也抬头向神仰望说，今天早上我要更多的来赞美你，更有信心的来对神说，我要大声的来赞美你，然后再说大声还不够，我要更大声，赞美耶稣，让我们的赞美是能够上达天上。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赞美，我们的赞美是为了要欢迎神的宝座设立在这里。好不好，先闭上我们的眼睛，先闭上我们的眼睛，把我们的心今天早上更加定睛的在神的身上。纵使属实有重担，纵使身体有疾病，纵使心里有软弱，但是我们相信神是那位叫我们抬起头的神，神必将宝贵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叫我们能够靠着他经历与他同行的生命，我们也能够靠着我们的神要来胜过这个世界。闭上我们的眼睛，为着自己来祷告。那我们在今天早上要更多经历神的同在，神要动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今天早上在敬拜里，我们要真实的遇见神，一起开口为着自己来祷告。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主。今天早上，主，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尽心竭力来赞美你。每一双下垂的手都要高举，每一双发酸的腿都要能够跳跃，每一个封闭的心灵都要完全的来敞开。主，我们相信你在这里，你在这里，普天下都要来向你欢呼。主，让我们每一个人用称谢进入你的门，用赞美进入你的院。主，今天早上我有你在这里，主，今天早上我有我们与你一起面对面，带领我们在爱中与你相遇。主，今天早上让我们每一个人敞开我们的心，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因为你是为配得一切称颂荣耀与赞美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一切的颂赞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一起拍手，对他来唱。普天下，普天下向耶和华欢呼歌唱，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身说，向耶和华欢呼歌唱，
和华欢呼歌唱，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身手，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地名有尊荣，可威严在他面前，在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在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向拯救磐石欢呼，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因耶和华伟大，
现在他们要难成的事，是的，赞美主。更多的来寻找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耶稣是信实永不改变的神，让我们在他的宝座前尽心竭力来赞美。Thank you.
心里。
真诚前来，只是简单。我愿放下自己，生命交托给你，因你的爱，我献上我的心。相信在
在你的里面有盼望，有信心。主啊，因为依靠你的人大有福气。主啊，我们也不会被动摇。主啊，恩待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有你的宝血来遮盖，好让我们不受到疫情，不受到疾病的影响。主啊，让我们身体都健壮起来，让我们的灵命都兴盛起来。主啊，今天也是圣灵降临的日子。主啊，当你的门徒聚集在马可楼上一起寻求你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降临在他们当中。圣灵啊，我们今天也欢迎你在我们当中运行，无论在现场一起敬拜的，还是一起在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相信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让我们不再被疾病捆绑，不再被疫情捆绑，不再被现在的环境捆绑。主啊，乃是在耶稣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跟平安。主啊，今天也是你的百姓献上出手果子的日子。主啊，这代表着接下来的一年要进入到丰盛的一年，所以主啊，我们特别把我们出手的果子献给你。主啊，让我们接下来的一年由你来带领。我相信你要负我们一生的责任。主啊，让我们接下来一整年，主啊，都经历更大的恩典跟祝福。也相信你必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在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谢谢耶稣。祝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感谢你。最后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们再一次把掌声归给神。要请弟兄姐妹继续跟我一同站立，我们要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有一处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2:1-13，请。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
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阿们。愿神的话祝福弟兄姐妹，我们请坐。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观看本周的消息报告。大家好，我是怡珍。大家好，我是永宁。欢迎收看本周教会消息。为营造专注的主日敬拜氛围，敬请弟兄姐妹将手机关机或转成静音跟震动。第二，请确认通讯软体 LINE 的通知，若您需要协助，请洽旁边的招待同工。这是我们的家，我们一同来敬拜上帝，尊重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美好时光。一起感恩，献上奉献。随着疫情逐渐严峻，教会整理以下四种奉献管道，帮助大家在疫情中仍可向神献上感恩，一起经历丰盛恩典。教会有以下四种奉献方式。第一种，信用卡奉献。每周教会在天粮官方 LINE Edge 上皆会发布信用卡连结与资讯，如果有操作不熟悉的地方，可下高心如传道协助完成奉献哦。第二种， ATM 转账奉献，奉献后请将后五码与姓名告知物品方传道。第三种，现金奉献，可于主日奉献或周间使用得来速送至文创地下室，也可以联络区牧同工前往哦。第四种，支票奉献，可将支票邮寄到新中路14号，记得标注财务不收。以上奉献资讯查询连结皆可在官方 LINE Edge 与官网上取得。奉献须知，为了使奉献对账以及开立收据时更加的正确，以下有几项事项希望弟兄姐妹配合。第一，使用公司名称奉献的弟兄姐妹，请务必写出公司的全名以及统编，方便同工开立奉献证明。第二，使用奉献袋的弟兄姐妹，请务必写上您的大名，并填写奉献编号五码。第三，若您是第一次奉献的弟兄姐妹，请务必写出全名、完整的身份证字号、电话以及地址，方便我们建立个人资料库。第四，若您要查询入账的情形，请于奉献后5到7天上网查询，账号是奉献编号，预设的密码为身份证后四码。第五，以上如果有任何奉献相关的问题，请洽吴品芳传道、高心如传道以及干事小五。疫情终究会过去，危机将成转机。祝福弟兄姐妹在给予上经历到上帝的丰盛与祝福。非洲鼓在6月要开课喽，是由台南艺文协会举办。在疫情与大环境的压力中，协会规划非洲鼓与打击纾压课程，打掉一生的烦忧和坏运气，打出心里的欢喜和快乐。6月起，每周四午休时间12:10到12:50，即日起开始报名，详情请扫 QR code 或请洽协会专线。薪资保障开始报名喽！这世界有很多困难，很多挑战，但是不要怕，最大的武器就是我们心中的保障。你的心如何，日子就如何，力量也如何。欢迎升小1到小5学童报名，时间是在7月3号到5号，费用是2200元。5月31号前报名就会享有早鸟优惠价2000元，住宿地点在同院文创跟趣淘漫旅。报名完成后将会收到行前通知书，截止日期是在6月13号。额满就会提前截止，并且会依照疫情的状态滚动式调整。想要报名，请洽心如老师。要报名要快哦！祝瑞莲牧师请与读敬拜特别聚会。祝瑞莲牧师与神的帐幕团队将借由敬拜与分享，带领我们到神的施恩宝座前，领受圣灵的充满。
邀请弟兄姐妹在这疫情严峻的时候，渴慕来到神的面前领受医治与释放。时间于2022年6月12日周日晚上7点半，地点在鸿运文创中心3楼音乐厅，联络电话0626399909。这边大家平安，愿神跟我们同在，在网络前面的弟兄姊妹，也愿神跟你们同在。在疫情的期间，我真的感受到神很爱我们，也很大家非常的彼此的相爱。在疫情期间，非常感谢弟兄姊妹会送给我千贯一号的药粉，也有药水，哇，真的很感动。那也有人送高粱给我，然后叫我早上喝，中午喝，晚上喝，然后睡觉的时候也要喝。他说高粱是让 Omicron 不能侵犯你最好的饮料。我听了以后，我看了以后，我只是喝了一口高粱，开始悔改。那是我年轻的时候的饮料，现在已经我拒绝这个东西。这个弟兄一直问我说你喝了没有？我不得把他的瓶子给我，我每天都倒到另外一个瓶子，跟他讲说在减少当中。要感谢主，这种说谎的确不是很好，不过还是要说一下。前几天还有人给我香草，给我什么紫苏，还有 Herbert 是什么东西，我忘记了。结果呢，我就叫我们的花园的弟兄姊妹去买一些来让大家可以拿回家喝，希望你喝的这些香草之后能够加强抵抗力，也不要怕 Omicron 哈。我们教会一个姊妹的家，他们请了一个雇员，他得了 Omicron， 结果这个姊妹得了，他的先生得了，他的儿子得了，然后他的儿子太太得了，他的两个孙子都得了。我听了以后心中主要是很难过，可是直到今天大家都还活着很好。有一个家庭真的很勇敢，叫做春红，我们的红红真的很红。 我真的很受不了他，他得了 Omicron 之后，他的全家都还生活在一起，他说我们全家生活在一起没人得。然后隔了一天，他的儿子宜阳得了，再来宜祥得了，女儿得了，然后呢，全家都得到 Omicron。 有时候还是要保持距离的。我希望各位能够要注意到距离的重要，让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疫情，大家都很健康。最近 有很多人一直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以前敬拜的时候这个荧幕都会往上，然后看到十字架，最近都没有。我说为什么你那么喜欢看到十字架？他说看到十字架就看到荣光，看到希望，你知道吗？原因是为什么不能够上去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要把布幕吊上来，这个东西要全部整理之后，大概在10月份之后它才会完成，所以你必须等到10月份以后才会再看到十字架。那么10月份呢，我们的教会的聚会会搬到小堂的地方，这里要全部重新整理过，所以请各位要注意。最近一直想到一个教会，就是马公教会，蛮有趣的。这个教会我在那边做传道人的时候，教会的十字架是灯，用灯的，就用日光灯的，用白铁做的，外面是玻璃，很漂亮的一个日光灯。在最近几年我回去的时候，那个灯光已经不见了，白铁也不见了，玻璃也不见了，它只剩下用塑胶做的十字架。我就问那个地方的长老说为什么要用塑胶做的，他说澎湖风很大，
咸味很重，所以用白铁做的也会生锈，那很容易就坏掉，所以把它变成塑胶的永远不会坏掉。哇，他们这个想法的确是很省钱，可是我看不到荣耀，我看不到灯，我看不到荣耀，我也看不到什么，看不到光啊！我就跟那个教会的长老说你们可以把它变成再一次像以前一样的用白铁去做，然后外面用玻璃把它挡起来吗？或是阿古里把它弄起来吗？他们说他们最近经济有些困难，我这个人有点疯狂，我就告诉他们说你花多少钱那告诉我好了，我来奉献，你知道吗？拜托一下，你听懂我在说什么？他们还是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教会要成为光，教会要成为城市的希望，没有想过。我记得在我们旧教会的时候，我们的十字架是上面我们十字架是用那个白铁做的，用红色的，里面也是有一个十字架是木头做的，后面有红色的光，24小时都开着，你知道吗？你知道 有一次我从府前路要到教会的时候，在府前路就看到了教会，那种心境的感觉真的是我看到的十字架，看到什么？看到的希望，看到的耶稣的救赎，看到耶稣的大爱，让我感觉到很有希望。过去的教会，在旧教会，我们的门是全部打开的，包括现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教会晚上也不关，外面的门是开的，只有里面是关的。以前在旧教会也是这样，把外面的围墙全部都拆掉了偶尔教会的门也不会关，所以很多人会进出，深夜会进出。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失恋了，然后跑到教会，我不知道他怎么跑到教会，然后把教会门打开，然后跑到里面去祷告。哎，他跟耶稣说，耶稣，你如果是真的是神，你真的爱我，就让不爱我的那个女朋友再来爱我，跟我结婚。很奇妙的，他祷告完了以后回到家里，那个女朋友打给他，他说我们重新再开始嘛。结果啊，他们就来找我说，他们走进了教会祷告以后看到了希望，看到他们未来婚姻的希望，所以在结婚那一天他们两个都受洗归给神。有没有很奇妙？教会是不是这个时代的希望？有一个澎湖大学的老师在教英文的，有一次他跟学校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学校把他 fire， 然后他心中很难过他就跑到澎湖的妈祖庙拜拜，没有什么感觉，又回到台湾去拜拜。去拜拜的时候，他就问那个妈祖说，我未来怎么办？那个妈祖叫他去信耶稣，那个妈祖叫他去信耶稣，你看我有没有奇妙？所以以前呢，我们教会以前有个长老叫邱长老，他在开药房，很多困心啊、家庭的人破病都去问神明，说没有神明医，大家都报医，报那个患者来给那个苦丁都看呢。这有没有很奇妙？结果那个老师就回到台南，又跑到一个庙去拜拜，跟他讲说，我到底要去哪一个教会啊？结果那个神就指示他向西走，台南是向西走，最西边的那个教会就是你要去的教会。结果他真的从府前路一直向西走，走到最后是什么？就是天桥教会。然后他在教会的时候还拔杯，提杯有没有？来拔说，耶稣，你是不是要我做你的门徒？这样，他拔是想杯，你知道，拔三次都想杯，结果他开始在教会。有一天来告诉我说，哎，牧师啊，教会刚才宝贝，我说有啦，就业有什么污名跟土灵啦，现在我们已经进化到不用宝贝了。他在教会里面开始过生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觉到教会是一个时代的希望，是很多人的希望？最近我有个感动，在后柜屋的旁边又盖一个 L 型的一个后柜屋，一边要当厨房，一边要做敬拜的侍奉。我在祷告的当中，忽然韩吉来催我，韩吉，好可爱的韩吉啊！我为什么要去做一个敬拜中心？我想做一个敬拜中心
跟韩姐来找我有什么关系？韩姐来找我说啊，牧师，我是很渴慕神，我想带我们的教会的敬拜团队，年轻团队开始真的进到敬拜的当中，用心灵跟诚实的敬拜神，让圣灵真的不断的充满我们，让我们每次敬拜都很踏实。这样，哎，我真的很感动，我真的很感动。我其实我有一个想法，你再想一想哈，很多人。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有问题都跑去哪里？去教会拜拜。但是你会发现到今天的教会都把大门关起来，有没有？没有人可以进到教会，除了有登记会友的弟兄姊妹可以进来以外，所有的人都不可以进到教会。教会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堂皇、很漂亮的地方，可是教会好像不是一般你可以走进来的，教会不是一般的信徒可以走进来的，教会不是这个城市的希望，更不是人的希望。所以我就开始跟韩吉说，韩吉啊，你除了在做敬拜中心之外，我要把这个地方24小时打开，我们要开始广告。你若破病艰苦，然后需要修经，你知道吗？哈，需要医治释放，任何时间都可以来，这里很灵圣，而不会进到那个大堂的里面，进到小的那个地方比较灵验。我就跟韩吉讲说，你长得很可爱，头又光光的，又多我们两个肾，他有四个肾，你知道吗？哈。啊，他又弹琴，又有点神秘感，啊，又胡子又可以长得长一点，可以在那边来为人家祷告。我告诉各位，今天的教会是被宗教束缚，被所有的神学知识束缚，以至于教会没有办法活出神的爱，没有办法活出救赎，没有办法活出医病赶鬼活泼的信仰出来。教会好像门关了。我还记得有一次仁一带着几个同工到一个乡镇去吃小吃，那个旁边都有一个教会，他们很内急，结果就跑到那个教会问说，我们可以借你用你的厕所吗？他们说，我们厕所不外借。我说，连厕所都不借，主啊，救我！弟兄姊妹，再想一想啊，今天是教会诞生的日子，它到底是怎么诞生的？教会在做什么？教会到底在做什么？耶稣来到世上，他宣告说，教会要胜过阴间的权柄，有没有？教会要不要胜过阴间的权柄？他告诉我们说，两三个人祷告，我就跟你们同在，你们怎么祷告，我就怎么样的成就。教会里面是不是要充满了神迹奇事？教会是不是应该活着的时候，不只是胜过阴间的权柄，是不是要影响到整个城市，让这个城市真的蛮有基督化的生命？这个值得 很大的思考。所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之后，他就交代门徒一定要在耶稣上祷告，祷告到圣灵的能力降临在你身上。你们得到能力之后，你们就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我的福音。耶稣说你要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最大的主旨是要把福音传开。圣灵充满得着能力的人是要去胜过阴间的权柄，所有圣灵充满的人要得着恩赐。所以圣经这样说，少年人要说神的儿女们要说预言，少年也要看异象，老人也要有异梦。更重要的，所有信主的人都会有神迹奇事跟着他。其实今天的教会应该去思考一下，我们有没有能力，我们有没有得到圣灵的充满。在门徒们听到耶稣吩咐之后，他们就不断的开始祷告，祷告到圣灵节这一天，圣灵充满着他们。他们渴慕到，他们有没有渴慕神，迫切的祷告神。然后那天祷告大概120个人，这120个人真的非常渴慕，大声在呼喊大声在祷告，祷告到整个气氛都改变，
整个空间的气氛都改变。祷告到天上，忽然一个响声下来，这个响声很大，这个响声很大。我真的有这个经验。有一次我在教会大声祷告，祷告到忽然之间呢，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很多的声音就跑出来，我以为是地震，结果我才发现它不是地震，是天上在回应我的祷告，在回应我的祷告。我曾经祷告到一种地步，就是我没有办法站住，耶稣好像就在这个地方，一个荣耀的身体就把我们所有祷告都遮盖在一起，所有人都倒在地上，没有办法爬起来。我就发现到神是真的，可是神是真的被我们的知识，被我们的经验把它限制住了。我们从来没有想说，神啊，我要被你，我要渴慕你，你要充满我。一个充满的人的现象是什么？神一定会用他的舌头如火焰，舌头如火焰的降临在你头上，头的上面。为什么舌头像火焰降临在你头上呢？他要改变你的语言，把你属地的语言改变成为属天的语言。当以赛亚被呼召的时候，他说我是个罪人，我没有办法去传福音，神就差派的天使拿着火炭去洁净他的舌头，结果他舌头被洁净了，罪被洁净了，他开始传福音。过去的门徒还没有圣灵充满之前，舌头没有如火焰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虽然祷告，可是在以前呢，你知道他们有多软弱，门徒之间常常互相的攻坚，互相的批判，你会看到门徒之间常常没有办法听到耶稣的话，讲的话都很消极，而且讲的话都讲大话。有一次他们到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因着耶稣往耶路撒冷走，往耶路撒冷走就不接待他。雅各跟约翰就说，主啊，你要我吩咐火从天上降临把他们烧灭吗？他们有这个权柄吗？没有，他们常常讲大话，他们心如何他们并不知道，软弱、绝望、自夸、自大、争权。你有没有看到今天的教会或今天的社会其实是充满这种能力，讲大话、批判、攻坚、纷争、权力、地位，看到的都是这些。可是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舌头如火焰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的舌头改变，舌头一改变，这个为什么要改变这个舌头？因为舌头的改变是带着，让你的舌头讲话是带着能力跟权柄的，怎么说就怎么成了，怎么说就怎么成了。你要跟神说，神啊，充满我，但是改变我一样，我的舌头，改变我的心思，改变我的意念，我过去非常的软弱，今天你要更新变化我，我要被你充满，我觉得被你充满。充满不是一种外在的现象，我常常看到很多人在圣灵充满的时候动作都很怪，还有这样一举手这样举一个小时啊，他都不动，他被充满被电到。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弟兄充满的时候就这样站了一个多小时啊，这样一直发抖。我问他说，你怎么了？他也不回答我，我等他扒了一张，一张起来讲，我讲你是安怎？伊讲我拄只都安尼，啊，上帝跟我三个弟弟跟我同在，我都不敢动。原来是如此，你知道吗？哎，我发现他怪动作太多了。然后，其实圣灵充满是一种信心的现象。我去澎湖当传道，的确是充满了那种生命的惧怕。我们从小就被爱，就是妈宝啊、妈宝这种孩子长大的，然后很少面对困难，所有的困难都是阿哥、爸爸、阿妈、爸爸出来的解决掉呀，你知道吗？哈，所以其实要真的走进职场是有点惧怕的。我一到教会的时候，我在北港真的看到鬼，所以也很怕鬼。你们有看过真的看到鬼的信息手一下，我看看。大概很少了，那几个这样。我看到鬼很丑，还有穿白衣服不动的，还有穿黑衣服不动的，在北港。哎，然后我心中对这种灵界的东西有时候也有些敏锐啊。我到麻宫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叫做许宪文，他告诉我说，牧师你住的那个房间，那个巴克，那个威廉 Campbell 纪念馆，甘为你纪念馆，
是有几个坟墓挖起来的，啊，他又告诉我说，以前牧师住在这里的时候，曾经看过那些坟墓的人走出来。他又告诉我说，一个阿便啊，公友就死在那个大树的下面，常常晚上会坐在那里。但就在惊，你知道吗？哈，这让我更多的惧怕，让你很多的惧怕啊。去牧养的时候，那些长老又跟你讲说，你只要把教会看好就好了，就叫我做表功。你看心中有没有难过啊？也不知道怎么传福音。每个礼拜最重要就是准备一篇讲道，那篇讲道 每一个字都要写下来。我们的老师教我们每一字都要实实在在的 写起来，而且一写就是好几张纸啊，每次都照稿练。练完了之后呢，兄弟姐妹都睡着了，都睡觉了。所以还有睡到会打鼾的，有没有恐怖啊？啊，真的是好像一点能力都没有，也从来没有传过福音。我开始渴慕神，我觉得我不能这样当传道，我有一天会报销掉。那时候我其实也渴慕当总会议长，我也很喜欢当总会议长，拿到这个长老会最大的权柄。哎呀，我开始做这些事，可是神就是不允许我做这些事。我开始很渴慕神，我就开始读韩国人的教会复兴，我开始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本书，就是一个师母叫做哈利路亚啊，还有赵雍基的书。哈利路亚是谁呢？就是赵雍基的岳母，他说你做一个传道人一定要圣灵充满。然后我读赵雍基的书，说他圣灵充满，然后我就开始学，我就开始学他们呐喊哈利路亚，每天都喊，喊了将近两三个月，喊到沙哑了也没有充满。赵雍基说他每天都在那个教会的讲台上面，无论冬天夏天他都拿着棉被盖着，然后是夏天呢，就是少穿衣服，一直强求圣灵充满，到最后都没有充满。他忽然发现有一天，当你很渴慕神的时候，你说我充满了就怎样，那天你就充满了，你的心思意念都要归给神，你的灵魂体都要归给神的时候，那一天你就充满了。你要相信，当我非常渴慕神，我真的能够离开的世界，我真的会离开的罪恶，我的心思意念跟世界一刀两断，我所说的话语，每一句话语都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带着恩典，带着祝福，带着荣耀，我会成为人的祝福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最大充满的时候。你看那一天，圣灵充满那一天，彼得们他们被充满了，人家开始耻笑他，开始笑他，认为他们是酒醉了啊，对他们有些批评，可是他们已经胜过了批评。弟兄姊妹，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神的儿女，不要怕被批判。耶稣来到世上，有没有被当时的法利赛人批判，被当时的祭司批判，被当时的撒都该人批判，对当时反对他的人批判？你看他有没有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神的灵跟他同在，当他受洗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身上，圣灵就充满了他，他一生有没有遇到很大的苦难？其实当你在被圣灵充满之后，你要坚信一样事，就是神就在我的里面。这个世界会攻击你，撒旦会攻击你，很多语言会攻击你，但是你必须要站立得稳。当你被圣灵充满之后，没有人能够摇动你的心智，你要相信没有人能够摇动你的心智，环境没有办法摇动你的心智，你就是必须在神的里面这样稳稳固固的站好，把心刚强壮胆，一点都不惧怕。门徒最大的改变就在这个地方开始，过去的软弱不见了，消极不见了，所有一切这种纷争的语言不见了，他们非常的合一在祷告。他们有一个盼望，就是神的国圣灵充满之后，我们要传福音，要把以色列这个百姓变成一个上帝国临在的地方，变成一个上帝国临在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很坚强的开始讲道，他讲的道其实就是以色列人的希望。我再说一次，彼得那一天讲的道就是所有以色列人的盼望。他那天讲什么？讲说神的灵充满我们，这是旧约的事，而且神的灵充满我之后呢，
神的儿女要看到什么？要看到，你如果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当神的灵充满我们之后，环游血气的说，要看到，说预言，那少年人要见到异象，老人要做异梦，神的儿女要说预言，说什么预言？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安慰、造就、劝勉的话。然后少年人要见异象，什么叫异象 ？vision， 要看到他美好的未来。老人会做异梦，就是让他们老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梦想可以去完成。老的不是没有事做，等死，而且老的时候神的灵充满你的时候，你有很多的异象，你有很多工作还要做。再来，他说，在危机的时代，在末世的时代，天地都改变了。太阳、月亮都改变了。那个时候，天摇地动的时候，在危机的时候，你要求告主名，求告耶稣的名，必然得救。求告耶稣的名，必然得救。你有没有发现到今天，我们有没有每天都很危机？我都不敢叫弟兄姊妹来敬拜，你知道吗？万一来这里染到 Omicron， 真的很麻烦的。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每天都戴着口罩？有没有每天还有一个弟兄，他也怕牧师，你要天天为我祷告啊！万一奥密克戎染到我的时候，我的家人怎么办呢？我都不敢到教会，你知道吗？我知啦。伊讲你不你敢不比哦，不比我拢袂丢哦。你看他永远怕。我说你要求告耶稣，不是求告我，你要求告耶稣。当我们在危机的时候求告耶稣，耶稣必然这样跟我们同在。我们必然得救，不只是这样。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神很爱世人，耶稣来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可是被宗教的人士、被政治的人士、当时社会的人士没有办法接纳耶稣的人，把他钉十字架了。爱变得很大的牺牲。你有没有发现到人类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爱一个人，有没有常常被对方把我钉十字架？有这种经验的请举手一下。我爱一个人，到最后那个人把我害了，把我杀伤了。但是他说耶稣被钉十字架了，死而复活，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将绝望的事解释了，因为他复活了，他没有被死所包围住，没有被死所限制住。他提供一个，在信息当中提一个，就是说我们死了，但是我们要复活。我们死了，但是我们要怎样？要复活。在旧约时代是没有复活的。你看到当撒母耳死了之后，扫罗为了要打战，然后请一个娇贵的女人去把撒母耳从坟墓里面叫出来，有没有？那个撒母耳一出来的时候，就问他说：“你叫我做什么？我睡得好好的。”原来他没有复活，他在地上。大卫死的时候有没有复活？没有，他在哪里？他在阴间里。当耶稣死了，复活之当耶稣死了之后，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描述的非常清楚，所有的圣徒从坟墓里面就出来了，飞上天了。耶稣的死而复活，把旧时代的旧约的时代的人都复活了。信耶稣的人，你必须相信有一件事，就是死不能够绑住我，绝望不能绑住我，痛苦不能绑住我，因为我知道，有一天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会死而复活。我在绝望当中我会看到希望，我在痛苦当中会看到喜乐。你有没有看到彼得讲到提供当代人有很大的希望？弟兄姊妹，当时候的人活在罗马政治的里面，活在罗马的蹂躏里面，信仰的犹太教没有生命力，没有活泼，看不到神迹，看不到希望。他们一直盼望着有一个神的国降临在地上，可是从来没有过。他们有没有绝望？那一天圣灵充满，那一天彼得讲的信息给当代人有一个很大的希望。教会那天诞生，诞生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建立神的国，给人类有希望。我再问各位一下，今天的教会有没有给城市希望？你活着，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
给人希望。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然后我曾经遇过一个姊妹，蛮有趣的，大概四十几年前，我好像讲过这个故事。有一天他指名他叫一个牧师告诉我，指名要见我，他住在台北板桥，他说他如果来台南，希望能够看我。我说不好意思，我到板桥去找你好了。结果我那天好像跟吴东弼牧师的样子，对，我还记得跟他就到板桥，然后我们没有跟他讲我要去。结果我们两个走进去的时候，你看有没有厉害，走进去的时候他就叫啊，林牧师，兄弟高公，上帝跟我说你今天早上会来，你真的来了啊。隔壁这位牧师是不是吴牧师？我说啊，对啊，你怎么知道？一共神有告诉他。哇，有没有厉害啊？真的是厉害啊。他又告诉我第二句话，告诉我这句话我最喜欢了。跟我说，哦，神告诉我说你很有钱，哦，这句话听得心中实在是很喜乐。第三句话，他就跟我说，你的胃肠不太好，你要注意。他告诉我那个刹那，我回到家里就每天都下力，有没有钱饼？有没有钱饼？前面那个钱饼我很喜欢，后面那个钱饼我不太喜欢。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会去找他，王金平找过他。李登辉找过他，找他祷告过。我在说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其实他说话是有权柄的，他是带给人希望的，是带给人安慰的。我刚才讲的说，这个姊妹给我的一个希望是我很有钱，但是没有安慰到我的事。他说未尝不到，说的是事实。可是其实这句话应该是这样说好了：说林牧师，我等一下会为你的胃肠祷告，你的胃肠会很好，会很健壮。这个是语言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哈，所以我在说，每个人都需要圣灵充满，把你的心思意念转向神，要宣告说，神的灵跟我同在。我渴慕神，神的灵每天都充满我，不断地充满我，让我充满了恩赐，让我从软弱变刚强，让我从绝望看到希望，让我从黑暗看到光明，让我真的成为一个神的使女，让我成为一个福音的播种者，把神的国度开创在这个地方。哈利路亚。哎，你真的开始去思想，你真的被充满了吗？你改变了吗？你真的改变了吗？你真的是神的儿女吗？我再举个故事。其实我读了赵文基的牧师之后的书之后，我开始真的很渴慕神。当我回到台南的时候，有一个牧师，他很渴慕，他很爱主，听好，他很爱主。有一天就告诉我说，他要来台南布道，希望我能够用他能够用西门教会当然我接待着他。他那天开始要布道之前，他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像影星一样的衣服，然后面对着十字架开始祷告，我觉得很神秘感。然后就叫一个人起来说他 生什么病，他看得好像很清楚，这个人生什么病他看得一清二楚，就下面在祷告。祷告完的时候好像很多得到医治与释放，有没有权柄？可是慢慢的我就发现到他讲了一句话，今天当我们聚会要结束的时候，你们为我大大的奉献，你们会再看到更大的神迹奇事。我觉得这句话好像不太对，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忽然之间世界出来了，世界就出来了。可是那天我们也为他奉献了不少的金钱，为他奉献了不少，他很满意，说他下个月会再来但是有人就跟我反映说，这个牧师到底在受供的还是要来募捐的所以我就心中很难处。隔了不久，他在台北买了一个祷告山，又跟我说，哎，宪平啊，带
一些兄弟姊妹来参加我们的进食祷告会，你顺便来讲道。我那一天呢，我很高兴，听说要请我去讲道，我就载着一对母女，一个张美香老师跟她的儿子，那个精神不是很好的儿子，就开着车子，然后到他的祷告山。在祷告山的时候，他看到我说：“哎，谢平，你今天带几个人来？”我说：“我今天带两个。”一个，你两个就敢来吗？你怎么能够来讲道呢？至少要带五十个。我才发现到，哦，原来要讲道还有数目的，你知道吗？我就开始感受到这个人的医病的权柄很大，可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是不对的。有一天我就偷偷告诉他说：“弟兄，可能你要心中要对很多事情要说话要小心一点。”他很不高兴，他好像要跟我结交那种感觉。可是我从来不想得罪人，我就跟神说：“神啊，这个是你的儿女，你圣灵充满他，不只让他有恩赐，你要让他带给人家希望，生活的希望，生命的希望，而不是要把更多的财物放在他的身上，或者他被尊重。”再有一段日子，他又想来，他跟我说：“哎，林牧师，我最近能力又更大了，希望我能够再去做一个布道。”我没有让他来，他要那天告诉我说，他有个希望在台湾建造一个一万人的教会。讲完不久之后，六十岁生日那一天，12月31号，没有就在跨年那个晚上，他死在祷告会的当中，给我一个很大的警惕。我常常会因着人得到自己的警惕，我常常会因个人知道。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能够舍下世界，能够放下世界，能够放下人家对你的批评攻坚，而且你会看到你一个目标就是神，你常常为神而活，你活在神的里面，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你活在神的荣耀光中，你要把这种恩典荣耀带给世上的 很多弟兄姊妹。蛮有趣的，春红得到 Omicron 前天呢、我的姐姐打电话给我，她一直要我跟她说话，打了几通电话，我不得不回她。她告诉我说：“阿平，你好，我月二日吼唱一条歌，我足爱啦。你个别礼拜是爱唱，甲唱一条歌呢啦。”我讲什么歌？伊讲天顶的门为我大开啊，天堂的门为我打开。伊讲到底几首啊呢？其实我已经唱完了，就忘记剩至第几首。所以我就问以翔，打电话就问以翔，我在打电话问以翔的时候，春红就在他旁边，以翔叫牧师，他就把电话顺手拿过去了。哦，伊讲大哥，安尼啦吼，我在喝酒。哦，哎呦，我听，迄个牧师听着啉酒就开始骂人啊嘛吼。我讲安尼哦，是不是庆祝什么？伊讲庆祝啦，我身体健康的，庆祝我们最近得到一个很大的标案，你会不会喜乐？他还说，牧师大哥，遇到你之后，我家都不一样了。你听心情好吧？我们家变喜乐了，我们家呢，变得充满了像天堂似的生活。我问各位一下，你要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会进到天堂还是进到地狱？有没有很大挑战？当你圣灵充满的人，是不是带给人家大的喜乐？神给你荣耀，给你恩典，给你恩赐，就是要把这些分享给更多的人，而且带更多人去经验到神的神迹奇事，经历到神的恩典，经历到神的荣耀。我再次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教会应该是这个城市的希望。我一直看见一件事，未来我们会打破很多的传统。我这个礼拜哦，这个事不是我做，如果我做就完了，你知道吗？我就看到太平天教会以前的奉献者一个吴长老，他的儿女叫吴道昌，这些人他当中有一个人，弟兄姊妹有一个人跑到安南区，人家在做庙会，然后他去被邀请去祷告，然后他去祷告的时候就奉耶稣名祷告，祝福安南区啊，祝福这些村民啊，祝福这些来拜拜的人。在做庙会呢，那些拜拜的东西都摆在那里，他站在那边祷告。你有没有觉得这是荣耀的一件事？如果我是祷告者，我绝对被这些牧师骂死了。那是个长老，没有人敢骂他。你知道他奉耶稣名祷告之后，有人说什么？
阿门。啊，有人说什么？什么阿弥那陀了？我哪里懂？我就觉得哇，是怎么这个社会变得这么样的丰富？你知道吗？但是神得到荣耀了。你有没有想过说，今天的教会应该是圣灵充满的教会？你要走进来的时候就知道神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地方每天都有医治释放，也多人都会来拜拜的地方。想一想，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多人的希望的地方，很多人需要被安慰、造就、劝勉，很多人希望从黑暗中看到光明，很多人从死亡中看到他的复活的生命，很多人看到天国的爱进到他家中。社会需不需要这个东西？教会圣灵充满就是这个时代社会的需要。今早上我仍旧在一次守圣餐，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台南有办了一个祷告会，在圣灵充满那一天我们办了一个祷告会，有守圣餐。那天我祷告说，神啊，让这个城市成为一个充满赞美的城市，让这个城市成为一个充满荣耀、充满丰盛、充满活力的城市，让这个地方的城市经济力是很强的，你知道吗？然后这个地方是成为未来台湾的重心。我没有想到台积电来了，成为台湾的重心。我也期待着当你在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的时候，你跟耶稣说，你的生命充满我，你的灵充满我，让我成为我兄弟姊妹的希望，人家看到我的时候就很喜欢我，就很爱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这个饼是你爱子的身体为我们打破的，这个血是你爱子的血，是他所赐的新约为我们流的。当我们吃了耶稣的肉，喝了耶稣的血，耶稣就在我们的心中，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耶稣的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所有世界的败坏都离开我们，所有的咒诅都离开我们，所有的疼痛都离开我们，让我们今天被充满、被充满、被充满，然后神的荣耀真的光照在我们，恩典在我们身上，恩赐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彰显神的荣耀。人家看到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是别人的帮助者，是别人的希望，更期待着这个教会是这个城市的希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希望你拿着饼放在胸前跟我说，耶稣，这是你的身体，这是你的身体，当我吃了你，我的身体就成为圣灵的殿，圣灵要充满我。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饼。这是耶稣的宝血，是他所设的新约，是为我们而流的。当我们喝的它，我们就有他的 DNA， 有他爱的能力，有他得胜的能力。这个血是属天的，我们变成一个属天的百姓。神永远跟我们同在。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喝的它，弟兄姊妹，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耶稣的 DNA 在我的里面。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享受。唱这首歌，让我们站起来。让神的儿子因他圣灵和他爱来围绕你，
让它充满你心事，你的满足，让它担负你一切挂虑，让赐平安的圣灵降临在生命中，是你完全。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我的心思意念都充满了你，因着你跟我同在，我都成为人的祝福，成为人的希望，成为人的拯救。我相信我是有恩赐的，我能够医病赶鬼，我能够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要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现在也要把金钱奉献在你面前，求你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来奉献。你第一次到教会，不要介意这个奉献。在我喜乐
是你双手领我进入你恩典。主耶稣，你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孽，为我死，为我而流泪，赐给我无尽的恩典。我能有什么给你啊？能报答你付的代价。每当我定睛你施加，眼泪不禁潸然地落下，我的心不要忘记啊，他边上换来新的生命啊，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希望。每一天双手领我进入你恩典。主耶稣，你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孽，为我死，给我无尽的恩典。我能有什么给你啊？能报答你付的代价？每当我定睛你施加，潸然地落下，我的心不要忘记啊，他边上换来新的生命啊，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希望。我能有什么给你啊？能报答你付的代价？每当我定睛你施加，眼泪不禁潸然地落下，我的心不要忘记啊，他边上换来新的生命啊，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
上，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祝福今天所有服侍你的人，他们都有双倍的恩典，也祝福所有奉献的人，他们破碎的口袋，破碎的生命，把金钱摆在你面前，把生命摆在你面前，愿你接纳我们的奉献，也百倍的祝福在我们的家中，让我们家丰盛有余。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一些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有一个叫做梁延凯，一个叫梁基盘弟兄，欢迎他们到我们的当中。OK， 啊，让我们啊，还有几个姊妹从台北来，欢迎他们来哈，他们坐在后面的地方。OK， 呀，欢迎他们来，请各位站起来，啊，让我们唱这一首诗歌。圣的呐喊齐声，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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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慢慢跟我们同在，从此时此刻直到永永远远。Amen。敬拜就到这个时刻。